的队伍。我们现在看见，校园里面越来越多老师跟同学反映，越来越多的孩子因为父母失业而没有办法缴相关的学费和午餐费，这就是政府苛待劳工的结果。问题反映到教育界来，今天我们看不见政府为人民的生活提升经济，可是我们看见政府却对财团付出更多的松绑，这是我们生气的地方。今天我们觉得在这里政府不愿意想办法让我们的人民生活过更好，万物齐涨，只有工资不涨。我们看见的是政府只知道让财团希望方能够松绑外劳，却让本劳的薪资动涨。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只是让我们的生活更困苦，因为我们要抗议的是我们的